申请。
歌，唱着百年前的坎坷，三十年后的那首歌，源远流长的还唱着。这历史就像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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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有日出，有落日，有起伏，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一读再读。激励的人，记载人，梦想、希望、勇敢，都要敲下公益的大门。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的传承，这就是富庶的第一人称。我们。就是有原唱者李健夫，是还有我是改编过很多次这首歌，而且还有李健夫女儿李友山也有加入，把好的故事、好的音乐、好的表演者结合在一起，最好最 powerful 的一个呈现，而且真的能够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亚洲有这么多多元丰富的表演艺术跟人才。希望能够做一个四十年的版本，那里面有不同的曲风啊，代表不同阶段的龙的传人的演变，也算象征了一个年轻人对这首歌他的一个期许啊，或者说对所有年轻的华人他的一份新的认同。